好，资料不可以带出去。上个月的地方新闻，地方新闻9月21号哦，我知道地震对吧？6月20日，市内第五中学校的男子学生交通事故死亡。可是呢，当地的居民说出了证言，说昨天啊、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未明应该是天亮之前是吗？还是哎、未明是不知道什么时间，还是应该是不知道什么时间，怎么有男子学生出现？同样的证言呢？啊，这个证言呢，发现的地方是在市内一个已经运行停止的那个语速巴士站。那些男子们啊，上了那台巴士之后啊，还有一只巨大的龙猫啊，就一起出现就走了。啊，有这么多同样的证言啊，那警察也认为是不可理解的事件，那、啊、就算了。哇靠，警察根本混蛋！20年前也有地方新闻呢，20年前的10月12号，昨天。室内第三中学校的女子学生、哦、第三中学校女子学生在校庭里面血流而死被发现，警察调查之后是因为这个女学生被同校的其他同学们欺负霸凌，那么在专家之间、啊、就认为说这个事件因为是被霸凌所以自杀、啊、不是什么意外。但是呢、啊、前几天啊之前袭击那个这些欺负人女学生，他们几个被一只大老鹰给袭击了，啊，虽然只是小症状啊，可能是偶然吧，但是地区居民觉得也许不是偶然吧，引起了一阵骚动。老鹰，老鹰不就是刚刚我们袭击我们的啊？那么大的老鹰在日本是不会有的，而且这么偶然到了学校袭击我们。而且这个新闻写的是20年前这个地方的老鹰，喂，偶然也太那个了吧？背后一定有些什么秘密。这个地方跟老鹰什么的，总之我决定了，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这个地方。不要啦，你就好好回家睡觉是会死哦。我懂。哎呀，好吧，要调查的话，现在有方便的东西哦。方便的是，你有没有手机啊？嗯。修干没有，没办法啦，那就用我的。一定没电了啊！阿雷，怎么了？哎呀，不妙了，没电了。我就知道，你看，哎，怎么会？啊，你们应该有吧？啊，对了，电脑，这时候的中学哪里应该会有电脑吧？总之去找电脑教室吧，一楼啊。所以杨过是被霸凌是吧？杨过确实也被霸凌啊，小时候被那个武士兄弟霸凌。对啊，深夜人偶是有汉化啊，我蛮意外的。啊啊 ！Fuck！ 是个猴糖，沉睡又无产的。不意外你个屁，气死我了！我要认真对付他了，我要认真了。他会追出来哦！那我该怎么做呢？嗯，哦哟，走太快了，靠背。我想想哦，对哈，楼上厕所。哎哎，走错了走错了。哎哎，怎么回事？
我摔死了，我摔死了，我手抖了一下又往下走了。呵呵，智障找不到。一定会回头，跟你讲，这种王八蛋就会回头。我先不要出去。好了没？啊，よかった，那个人走了呢。そもそも今のは人なのか？话说回来，那个真的是人吗？身体好大，而且好像有一种恶意的感觉呢。总之，好担心小啾，快找他吧。班长，我休了。那个一看就知道是要躲怪的啊，可是又开不了门。然后他把那个钥匙丢里头了吗？不过那个铁柜能挤两个人也真够厉害的了。对啊，那怎么样都不像人呢、啊。哎，有钥匙哦，还哦，所以刚刚那个大妖怪就特地来帮我们放钥匙的了。啊，我流了，怎么了？哦，没事没事。没事，不知道我们刚突然感觉好像一瞬间看到了什么鬼脸，应该是我的错觉吧，只是有个音效而已。没事没事没事，错觉错觉。没电源。你们来一个没电源的电脑教室要干嘛？去打毁灭战士二啦。人偶动了吗？没有啊。哦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动了动了，我没注意到，根本没在看他。よし、これで調べらんルナ，这样就可以调查了呢。这个地方跟老鹰的关系，嗯，不行，没有东西呢。难道真的只是偶然吗？这是，哦，这个地方啊，在昭和初期啊，因为那个农作物欠收，那大家遇到了饥饿，人们呢啊就受到饥饿而苦。那么村长呢就说了，那会有一个比超大超级大的老鹰过来，然后呢那个老鹰呢就说，我把我的肉分给你们，分给村人啊，要救这个村子。那么呢村长就答应了，就把这个老鹰的肉切下来分给了那些饿肚子的村人。那么正因为老鹰拯救了大家之后呢，老鹰就被村人的子孙们当作神一般的崇拜了。这种故事我从来没听过呢。Demo， 难道说这个？但是就算这样，还是不知道老鹰的关系啊。等等等等，故事还有后续呢。啊，拯救了村子的那个老鹰的骨头被村人们慎重的给埋葬了，所以呢，那这个地方就被称之为鹰之骸，就是鹰之骨，在昭和中期使用了这个地名。但是现在呢，啊。在某个、巴士站还有存求这个名字、就在某个巴士站还留下了这个名字。然后呢那些村人的子孙们现在呢也去拜访着这个老鹰的尸骨、去祭拜他。那么呢他们相信着、这个老鹰会保护着他们自己。老鹰不是面包烧人，可是面包烧人不会有尸骨，只会有酱啊，对不对？啊，难道那个巴士站就是这边这个？可是我没听说哎。而且话说回来，刚刚是说老鹰啊，那我，哎呦，
そこで何やってるの？你在干嘛？哇哇哇！誰だ？谁啊？コバドちゃん。哎，小啾，你什么时候来的？真是的，难得我在找千岁你呢，真过分。明明你刚刚就瞬间出现的。啊，ごめんごめん。私もコバドちゃんが探してんだよ。抱歉啦，我也在找小啾呢。まあ、なにせよ。啊，总之就好啦。啊，你们找到朋友啦。不是你们朋友，可是他的朋友就从后面闪现的，真的没问题吗？接下来啊，只要找找看怎么出去就好了呢。对了，コバドちゃん，小啾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学校的门打不开吗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呢，小啾，你知不知道啊？わからないよ，不知道，我也出不去了。但是啊，三楼的音乐教室有传来声音哦。音乐教室吗？是不是老鼠的杰作？还是……总之看来值得去看一看的。哦，哎，对吼，跟小啾应该是20年死掉那个小女孩吧？看我人都走了，电脑还在打字哎，看这是怎样？我打得太快了，有那个残影吗？哦耶，人到齐了。三人行，必有我师焉。人偶不见了。哎，人偶们走了，好乖哦，回去存档。放心，我不会再被马赛克吓到了。监禁女厕啊，回收那个心之碎片。これって啊，好了，11个了啊，得到了11个心之碎片。对，还差一个。那我就要存第二个，这个就要存在第二个，有11个心之碎片 ，OK。没有，哪有抱什么小棉被，抱你个屁股！人偶你好。在柜子中有一个人偶，为什么会在这里呢？打不开，啊，起诉啊，最好是好。怪我喽！哎，对了，有天花板，有4楼是不是？应该过不去吧？我就知道。应该快破关了吧？已经有12个了。音乐室。音乐室有什么？哦，钢琴一定会发出什么声音？确实，这个钢琴在那个锤键的地方坏掉了，不会出声。舞台的后面有声音呢。人偶为什么呢？对啊，女主角超淡定的，淡定到不行啊！啊，肖像画啊！现在我在做作曲中。哎，这里没有肖像画，我要找个肖像画贴回来。
啊，隔壁的肖像画啊，不知道被谁拿走了。抱歉，可以帮我们拿回来吗？为什么你们可以这么冷静的跟肖像画对话呢？啊啊！麦克 test， 麦克 test， 麦克风测试，麦克风测试。喂，这个没接线呢。啊，哈兹嘎西，啊，丢脸哦，丢你毛。这个好重，推不动。下去看看。哎，可是现在下不去啊。好，我在作曲，别跟我说话。打不开，美术室，好嘞，卡关喽，接下来怎么做？我们可以拿，我们可以把人偶拿去垫在那个四楼吗？去看那个球吧，还是去看那个球好了。做一个卡卡拉碎片，不会放在这么 BG 的地方吧？我是把人偶放在那个洞上面踩过去了。看起来人偶挺坚固，但有很多只啊，把全部叠在一起应该够硬的吧？人偶桥。那我是要干嘛？他说舞台的对面有一个，舞台的里面有一个会响的钢琴，什么意思啊？太重了，推不动，所以呢，用助跑吗？人偶不行啊。对啊，可是现在没有地方可以去啊。还是我们之前是有看到类似肖像画的东西，有吗？我们之前有没有看到类似肖像画的东西？好吧，下去看看吧。哦，什么声音？还有康医生对吧？哦，柜子倒了。为什么柜子？哎，柜子中有什么？何かに使えるかな？哦，瓷板哦，可以上四楼，可以上四楼了。石板可以。哦，四楼有一格有问题。啊！掉下蠢。哦，没事没事，是那个马赛克妖怪，他掉下去了，哭哭哦，站在这里等吧。哦，飘下来了。美术室的钥匙，再等一下看看。不要！不要！再重！再重！什么？哦，小狗叫了。哎，吓我一跳，原来是附近的钟声啊！但是这种时候还响钟，有点奇怪，不是吗？
確かに，确实呢，已经过十二点了呢。私こんな話聞いたことあるよ。哇，有听过这种事情哦。在深夜的敲钟啊，代表的人啊，从这个世界跟那个世界连接的意思。コバドちゃん，小鸠啊，你不要说那种恐怖的话啦。チトセ、後ろに誰か。千岁，你背后有。那那你，那你もないけど，什么都没有啊。呵呵呵，不是啊，骗你的啦。马达一句话路，你又欺负我了啦。难干，看起来你们很好嘛。拜托，在这么可怕的地方，你可以不要给我开这种玩笑吗？应该要做一个心之碎片吧。做一个心之碎片会在哪呢？红色的 bench 像血一样，好可怕。蓝色的 bench 像海一样，好漂亮。是一个那个南瓜的素描，还要红色的血。借一下，给你红色的。我有不太好的预感呢，借了死。ありがとうお嬢ちゃん、お礼にこれやる。谢谢你小姐，礼物就。お嬢ちゃん啊，谢谢你帮我加油啊。得到了韩德尔吗？你要写个死字啊，这是个死字，连死都你不认识，还敢说二少奶奶欣赏你的文采啊？不，这是个丑字。哎呦呢，干，ちょっと借りるぜ。哎，可是我的最后一个新的卡拉达还没找到啊。ちょっと借りるぜ。可是问题，最后一个星星的碎片在哪里啊？我要照着这个走，是不是？哎，门打开了，我走出去是不是会死？你们知道，有的时候人明明知道就是会出事，还是会作啊，人就是会作啊。作就是人的天性啊。哎，12693000。宝石版啊，我倒是其实没有很有对存心宝贝有太大兴趣。No 作 no die。对呀，忘了给他。哎，
他没给我画线哦。哎，线呢？哎哎，哦哦，不对，我这个还没剪。老师哦，古里，太晚了吧？上课已经开始喽。哎，老师怎么这种时间？啊，惩罚你啊！你现在要从老师出的问题里面回答，不然就要惩罚游戏。全部有五个问题啊，只要你答错一个，那、啊、一个没正确就出局了。真的假的？第一问，现在我们教室在几楼？靠腰三楼啊，是吗？三楼吧，三楼。第二问。你的朋友小啾的姓是林明，哈哈哈哈，考不倒我啦，老师假赛啦。语速是几年前？我知道小啾是二十年前死的啦。语速是几年前开始不会运转？惩罚游戏，你们这些人齁。是二十吗？哦，是第四问。刚刚美术教室的肖像是谁？韩德尔。第五问，跟你一起行动是谁？伊基瓦鲁 A。终了，结果是全对，哈哈哈哈！这就原谅你了啊，不可以再迟到喽啊，不然毕不了业哦。消失了啊。这种时候还有老师在这儿啊？哎，可是那我的那个呢？最后一颗那个生命之石呢？还以为在这个房间的书。你想看惩罚哦？嘛，好啦，是也可以啦，看一下吧。啊，就看吧。就看吧。到底想期待什么样的剧情？你们以为你们在看那个吗？算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我不说了。